要掉了。这是拉断来，从八四环那边就断掉了。对，这是拉断的。对，就是因为为什么要有吸收？就是这个原因。我担心应该放。哎，对，放走下，我们再救，我们再救单子就好。冲出去断了，是断线。断线，来不及放手。然后帮他借我这只干什么？有一点懒，但是我想无聊在玩套圈圈哦。你看我的线不是这样子，然后下去，它从那边绕过那个圆圈游过去。好好笑，你看到吗？我没有看到，怎么那么好笑？有风口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它飘走，然后起来。乌溜跑过来，哦，没有，路过。他不是咬你的挡豆？啊，老板刚才说以前会咬啊，他现在知道是假的，不能吃。怎么那么可爱？嗯？起不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到正中午了，我们准备去躲一下太阳，然后玩一下福寿石。刚刚有两个拖走的号开了没有中，然后其他号丢了，然后没有拖走。就两只，一只被冲出去爆掉，然后第一只蓄能鱼又起来，然后后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子。然后因为太阳实在是有点大，正中午的，所以我们打算去避暑一下。先这样，拜拜。哎，稍作休息之后，我们来这边躲太阳的肉池。哦，哇，来不及录到杆子。没关系，然后就马上就有讯号了。然后这边刚好可以躲太阳，有屋檐又有屋顶，还蛮舒服的。然后又有风在吹。然后因为今天时间有限的关系，我没办法钓整天，所以这边再玩一阵子就要走了，我没办法再多拉几只大只的，下次有机会会再过来玩的。推荐没有玩过大物的朋友一定要过来玩看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，跟一般的钓鱼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两个世界。对，然后就可以认真钓鱼了。然后好像哦，这是什么鱼？红红白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白化吗？不是吧？来问一下老板。第一只奇怪的鱼，应该是无锅鱼的
白纸吗？对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白话。没有白成功的白纸，有点橘，没有退完。啊？看来是拉不停的场。拉不停，这是俗称落水咬吗？是啊。哦。刚才在测水深的时候就咬。就在咬。啊，老板在后面。没有、啊。哎，老板在忙。在忙。还有控窑的客人，大家可以过来控窑啊。控窑啊。没有控过的人要一定要控控看，哇，这边有很多那种可以出体验的大雾啊、控油啊，好帅！还有咬，我走。哦 ，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都断了，要不要断脱钩？脱钩，哎、欸，很爽。哪里？你、欸、这鱼哪里可以哦？小朋友要出来钓，这样。对啊。我是怕他们危险掉下去，让个安全的位置给他们。哦，啊，拍不太到。呜、哦，声音舒服，看这个钩子。两只。两双钩。让我一下去，我们就要抢。双钩。可惜，刚才那只大只的有起来，中两只的小的。你有把那个倒钩压掉吗？我这没倒，是倒钩的。盒子放下去，所以本来就没有倒钩。对，好，这不可以用倒钩。哦，不能用倒钩。OK。如果人家是休闲池，你还给人家用倒钩，真是没品。也是。那等下要改变一下钓法。你要闪小鱼。闪小鱼还可以闪。嗯。说闪就闪就对了。那个马上失走了。他们要出来钓了。哦，你觉得我手机有必要一直开着吗？没有必要，因为那边在录了。刚好你刚才讲话讲一讲，就有鱼跑出来了。干掉了。好。拖走了。哦 ，What's this？ 哦，鲈鱼。绿绿的，好棒哦！淡水鲈鱼。淡水鲈鱼，是稀有品种吗？淡水鲈鱼。帅哦！鲈鱼。鲈鱼。你刚才钓到一只有点粉粉的、橘橘的，是什么鱼？那个叫红魔鬼。哎、欸，是啊、哦，长得不太一样啊，跟我们上次钓到的不一样。红魔鬼我认识啊，哇，我不用了，不用。啊，起来。一下去，整只标停一下，整个拖走，开枪，走啊！掉到地上，啊，好小只。这只就是真的好魔鬼了。鱼苗哎，好魔鬼的死啊！脏掉，下去。好，笑死，笑死。
班鲈鱼红魔鬼无色无锅应有尽有，还有一只不知道什么，对，我上次花500块钓了一只一样大。来，刚刚从这边被鱼拖到那边的女人，我只用饵料把杆子交给她，就中大鱼了。哇，2.0被她超断了，2.0的线呢、欸？嗯，好胖哦。我就是要钓这个啊，就被你钓走了。可是你没有把它拉起来，你输了。Thank you.